你别哭了，我给你一个报答我的机会。只要以后我叫你一声小沈总，你就，给你1000万，怎么样？给你1000万。太可爱了。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啊。我知道你没有那么多钱，但是让我们歪歪一下也是很开心的呀。歪歪是什么？歪歪就是梦想，梦想，梦想。奶奶的梦想是歪歪，我的梦想是完成奶奶的歪歪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小沈总。show time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送你1000万。没有1000万，我该怎么办？再送你1000万。左边的观众。送你1000万。右边的观众。再送你1000万。前面的观众。还有1000万。后面的观众。我没钱了。歪歪歪歪嘛。奶奶，你的歪歪一定会实现的。